是一个任意门，带着有情人前往幸福，通往幸福的任意门，祝福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阿宅立刻，我是阿财。这一集影片，阿财要从发生在阿财身上的一个故事开始讲。故事是发生在大学毕业那一年，那一年阿财22岁，台北西门町的玫瑰唱片行业还在。虽然已经毕业，而且也在事务所打工2年了，但是对未来没什么憧憬，也不知道做什么好。一方面不想面对未来尔虞我诈的职场，那另外一方面也不想要面对处理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。那时候的台北经常下着雨，闷闷的心情，总觉得人生很苦逼，常常心里想，这应该就是少年阿财的烦恼吧。那时候身旁有一个很棒的朋友跟阿财说，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你是如此的特别，要好好的活下去，等到哪一天有能力的时候，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什么事情吧。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想到底能做些什么，但也只围绕在为自己打拼与维持那一点点的社会关系。于是这是阿财第一次这样做，关注了大量的爱与祝福，彩虹任意门就这样诞生了。爱就是爱，不分你我。彩虹任意门带领幸福的新人们前往幸福的国度。只要心中有爱，在这个充满自由与包容的国度里，这就是上天给的礼物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薇，在这里，我想对所有新婚的新郎们说，我很为你们感到开心，因为我觉得能够找到一个陪自己走一辈子的人真的不容易，然后能够活在一个充满自由和包容的社会，更是我们人生中的礼物。所以在这里祝你们永远幸福，永远快乐。繁华过后，平凡的我们最后也将回到平凡的世界。生活中充满柴盐油米酱醋茶。任意门外绕一圈，全世界哪里最美？答案是你身边。嘿、hey, ，大家好，我是伊恩，这是我们家可爱的小猴子。恭喜你们可以找到彼此相爱的另外一半，这个缘分非常珍贵，希望你们可以白头偕老，永浴爱河哦。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爱不分性别。就在今年5月24号开放登记结婚喽，要一直幸福的走下去哟，祝福大家！希望每个新人都能幸福快乐。两个人的相处之道有什么秘诀呢？我觉得就是要互相信任，然后如果吵架的话，是一定要吵出一个结果。吵架要吵出一个结果？对。为什么？怎么说？不然晚上会睡不着哎。没有吵出结果会睡不着。这条路就是不简单，但是身边有很多爱你的人，所以一定要加油，要坚持下去。好的，以上就是这一次彩虹任意门的介绍影片。如果有需要朋友，欢迎到上述地点去索取，免费索取数量有限，敬请把握。最后要感谢的人是你，独一无二的你，你是最棒的，真的。阿宅立刻是阿宅日常生活中一些人事物的记录。有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阿宅立刻，追踪阿宅第一手的影片资讯。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记得在下方留言跟按赞，以及分享给你有需要的朋友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没有人全心的爱你 ，No, yeah, when there you could be me, boy, you know.传奇，我们都从来没有忘记。